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钳子，海鲜先生，都是看封面进来的，我就不啰嗦了。今天咱们吃的是兔银鲛鱼，长得挺像兔子吧？它是银鲛鱼的一种，鲨鱼的近亲。条件那么差吗？啥年代了还穿打补丁衣服？你们不要被它的外表迷惑了，这上面这个不是它的嘴，它的嘴在这个位置，就那兔门牙给它出卖了，要不然真像鲨鱼。看这两只比较长的胸鳍，不，你这姿势是向我索吻吗？闻着还是有点腥味的，你看这尾巴，这身上黏的糊的，你在海里都不洗澡吗？给它拿下去吧，朋友们，让它上我家那青花池里面泡泡澡。兄弟们，咱别看它长得这么呆萌就瞧不起它，看它一定要带点尊重，像尊重祖宗一样尊重它。为啥啊？就它比什么太上老君、红军老祖活的岁数都长，据说在这地球上它已经待了3亿多年了，而且一直没有进化，刚开始就这么萌，一直萌到现在。高妮你行啊，它属于深海鱼，这外面这层面具是它的软骨。就咱别看它长个眼睛已经退化了，看不到啥东西了，脸上那几个小口是它的感受器，靠它来捕猎的。我剪头了，你想吃吗？不，炖的有点烂了。有大刺那个吗？就中间那个位置有个骨头，剩下就没有刺了。肉质一丝一丝的那个感觉，我觉得还行，用酱炖的吃不出来腥味了。嗯，我放料酒了，放了葱和姜。没刺可以大口的吃。这是中间的那根软骨，也能吃的。这一盘整个这一大片都是它的头，应该叫大头鱼。头上稍微有点腥味。吃米饭，主要是给孩子吃，我想给他炖软一点。刚开始下去的时候，这个肉啊可紧了，硬硬的。嗯。后来我是硬给它炖烂乎的，口感有点类似于鳕鱼那种发丝儿的感觉，它比鳕鱼还稍微嫩一点。对，没啥怪味，挺好的。还真是那样，就是看起来那个头我害怕。怕啥呀？嘴巴鼻孔那块儿，那太吓人了，给我渗的。哎呀妈！又亏心事了，怕烫？来吧，烫不烫？不烫。嗯，好吃，好软，一勺就变成碎碎了。这叫入口即化鱼，好吃吧？可以多吃点吗？你问我干嘛？能做啥？我不问你问谁？我妈做的，你就要问我吗？我能多吃点吗？人家你说的算。嗯啊。完了，这个太好了，这就可以放心大胆给孩子喂了，一点刺儿没有。你看这个脆骨来了。这小子善良啊，身上不带任何一件兵器，连这骨头都是软骨。我看他的牙，他是在水里面吃草吗？不是。这是啥？把钱存银行里吃利息，行不行？95，95，95天，谁到95的8月8号我就能去世了。谁说100岁去世？100岁也不一定能去世啊。你太太姥爷都活110多。你为什么想去世呢？那个我想要早去世，早好呀。写作业太累了是不是？嗯。你说你让你妈给都给你逼成什么样了？我不要，别我。来，再吃一口鱼。这条鱼顶你一个月伙食费了。自己吃饭行不行？让你妈喂。这胆小。还吃不吃啊？哪是他的嘴？嘴看不着，哪有嘴？没有嘴，这鱼没有嘴。没嘴，让他，让他要饿死呀。哎，不说吗？啥也不吃，吃利息吗？他有嘴，有嘴，嘴你看不着了。上网了。我把这头给造了吧，兄弟们。哎呀呀呀呀！你轻点。哎，不能吃就别吃啊。头不吃了，头里面太恶心了。我还给头切了好几段呢，我当时我心里难受。脑袋上我切了2刀，嘴前我切了1刀，下巴壳我切了1刀。你挺狠啊，媳妇儿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得罪你的，你放心。以后咱把刀扔了吧，咱以后不做饭了，行不行？咱以后叫外卖吧，别做饭了啊。做饭倒有啥用？倒一点用没有。
你吃的没事，但是我处理的时候特别难受，我当时真的是手都难受死了，真的，我这是下狠心下刀的。怎么？哪个大厨啊？我家哪个大厨做的呀？这么好吃啊！好了，生活如此美好，本次视频到此拉倒，感谢观看，拜拜。